送给我们到我们的艺文中心。这些这个画呢，画的以艺眼的立场来讲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的，就是、用少数的经费，然后来办一些啊，有别的县市花大钱，因为毕竟我们的财政比较困难。那我想这跟县长的这个音乐才华跟文化处长的文化气息啊，哈，应该有相当的连带关系啦。所以我们，我想刚副县长呢，针对这三个活动也都做了特别的说明啊。我觉得这也可以凸显啊，云林县今年的跨年啊，跟别的县市的不一样啊，哈。无啊，了看下日头尾落山吼，最后一抹夕阳，过来来接剑魔山，倒数，过年跨年，透早再来这个西丽大桥看日出，第一道曙光。那、总花费不会超过400块啦，啊，不上这列看有站通宵达旦到云林，到云林来跨年，限量1000个骑摩。借这个机会哦，让大家来认识云林，而且用最省钱的方式、最有限的方式，主要是结合剑湖山世界，好，然后我们共同来合作，有云游卡可以到这个元宵，拉到元宵，好，拉到元宵都可以，这个在我们所推荐的所有的店加入活动所有的店家，以最优惠的价钱，好来吃喝玩乐。通宵